陈廷飞率领脚踏车队全台湾骑了421公里，在终点站台北万华挺林长佐。永捷 T 杯进行交给林长佐，希望他一定要为我们台湾稳住这一波，长佐加油！民进党政国会为林长佐送暖打气，不止脚踏车队，基隆市长林佑昌也特别现身。咱林姓宗亲宗长哦，1月9号那一天，如果你的户籍在中正万华的话，拜托大家出来投票，投下不同意票。其实是觉得蛮感动的啦，因为我一直跟我们团队讲说，我们时间不够，我们的人手也不够，但是就在这个时候，很多人都来帮忙了，全台各地的人都来帮忙。民进党纷纷出手拉林长佐一把，因为中正万华投票人口减少，罢免门槛降低，从原本6.1万票下修到5.8万票，限少3000票。罢免方士气大振，绿营跨派系相陪，林长佐帮忙催出绿营基本票。爱出来等，爱出来等，爱出来等，谢谢谢谢哦，对啊，无同意罢免。民进党副秘书长林非凡接棒陪林长佐扫街，巷弄中还挂了停场布条，还有人特别下楼帮他打气。你专刚到了来哦，先得靠着人气，不要等下算。不同意。从民进党中央党部到这个地方上面，我们几位的议员跟我们所有的这个里长，其实都站出来力挺林长佐的原因，就是我们希望好的立委，为人民服务的立委可以留在国会。选战紧要关头，总统蔡英文最后进场帮忙拉台。根据了解，6号跟8号选前之夜，总统都排行程在万华辅选。民进党内轮流拉林长佐一把，就算罢免门槛降低，也要度过危机。三选林凯俊，台北怎么报道？